家的精彩啦。他们是去年的 Battle Guest 和今年的 Battle Guest。Come from Korea, AKA Rod, AKA King。 那我右手边的就是韩语 Kino。 OK, 去年 Battle Guest 对今年 Battle Guest 会怎么样呢？我们现场的观众来点尖叫声。他们去年相遇的时候韩语赢了，但是他们赢了，人家回来就是报仇吧。回来就报仇，那就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一人一次 One person one move DJ 发速 Let's go。
OK， 看看这两支这么精彩的队伍，到底谁会进入我们的四强呢？是否能报仇成功呢？ Judges， 3 2 1